大家好，我是英子，在这儿分享一道用玉米笋做的小菜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把木耳来泡发一下。这木耳就泡发好了，把它清洗干净。我们一会儿来用。这是一包新鲜的玉米笋，现在正好是吃玉米笋的季节，大家可以好好的享用它。玉米笋营养非常的丰富，你可以用它来配肉，各种肉片都行。我今天是用的玉米笋来做了一道素食，配了红萝卜片和木耳，典型的一道素菜。你可以配各种你喜欢的蔬菜都行，只要你喜欢，什么都好。我配了一些红萝卜片在里边。放点盐和油，我们把木耳和玉米笋先给它来烫一下。木耳通常烫2分钟到3分钟。玉米笋我给它烫了5分钟。这道菜就做好了。玉米笋非常有营养，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啊，它里面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